好累。我们现在在去摆球场的路上，今天去看接连赛，今天看的球队是我们家门口的我们自己的主队，摆太阳神，就是摆太阳神。然后今天很巧的是，我们看的是摆太阳神对横滨水手，就上次我们去横滨看的那个球队。然后今天横滨水手是客场，我们这次肯定就支持我们自己家门口的主场球队太阳神。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往球场走，我们这边球场是日本职业联赛里面所有主场最小的一个球场，只能坐18000多人。上次我们去看的那个坐的那个是2002年世界杯的决赛球场，那个是日本最大的球场，所以我们是看完最大的来看最小的。这个贩卖机，摆这边好多这种，到了摆车站就能看到很多球队的元素，他们当地这个足球氛围还挺浓的，很多便利店啊什么的都会卖他们球队的相关产品。前面有好多横滨球迷远道而来。这边是客场球迷的入口和主场球迷的入口是分开的，这边有个现场卖票的地方。客场球迷不能同个进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这就是传说中日本职业联赛最小的球场，最袖珍球场。我们从这里检查一下包包，它这里就是人工检查，没有什么机器的。这里在卖土特产，卖我们百事的。这好甜啊。很多小朋友在那边踢球训练吧，应该足球学校之类的。19号是摆太阳神的矽谷正大，摆太阳神自己青训出来的一个年轻球员，在摆这边特别有人气的一个球员，特别受欢迎。小心。三二一起摸一。那一个席地而坐。这里的物价还挺公道的，酒就450一杯，外面居酒屋也是500-600。他这里还有卡兹，卡兹在日本里面是胜利，又是那个猪排的意思，所以吃猪排就可以胜利。
这是七排，在后面我们。313233。对，一二三。セレモニーです。8月26日に開催されましたサンフレッチェ広島戦にてマテウス・サビオ選手が J リーグ通算100試合出場を達成されました。
開するホームゲームは9月23日土曜日ここ埼玉県の皆那边都是骑单车来应援，这个要比那个友谊赛。